我会亲自还给苏谢师叔，免得你为了把书还回去，再次闯祸。那多谢师叔谈婚啦。梦离，操练结束，我带你去清风涧散散心，怎么样？那里可漂亮了。不，我要去云清阁。 休息一会儿，哎，你休息一会儿吧，你都看了那么多了。我一定要找到证据，我一定要找到证据。浩梦离，属你最理智，却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我该怎么帮你啊？ 已经过了酉时了，二位师妹该离馆了。师兄。 我能不能留在这里看书啊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在书中找到答案。倘若被怪罪，梦离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师妹言重了，你就在这看吧。切记，每日卯时，苏西宗主会亲自前来开门，请在卯时前离开。多谢师兄。 还是陪你一块儿一起看吧。